新确认有29位核心骨干被恐怖分子集中关押在这儿。驾驶室，一队通过左旋轮转寻找沈教授，二队右旋轮转解救人质夺回实际。狙击手，干掉观察哨，占领制高点。随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不是吗？我们的使命就是用我们的生命保卫祖国，保卫人民。